轩，敬女人来到早上8:37，我是舒琳。你好，我是追星进程。你好，我是廖朝纪。是我们呢看到的现在啊，卫生部希望能够推动一些这个对女性这个用品的福利嘛，对不对？那么因为可能一些政策呢，在还没有推行到所谓全国啊或者城市之前呢，都会在部门先执行一下。对，是在卫生部。嗯，对。那你个人觉得怎么样？这种所谓的先试行阶段，是当然试行阶段你放在卫生部来执行，那当然是从官员的角度而言是比较好工作的，对吧？他比如说他可以马上的在卫生部的这些厕所就看到反应，厕所里面。对，当然今天大家的诟病就是说基层在哪里，对吧？基层当然是在比如说可能是在公立医院，对吧？或者是比较学校，或者是学校。谁是真正需要的人？对对对，就是他的机构，他不应该会是在中央机构，知道我意思吗？与中央机构相对而言，那里的公务员的收入可能还相对是 OK 的哦。那你所谓你要试点的话，其实大可以在部城的另外一些机构，因为部城也有学校啊，对吧？那当然，可能官员在处理这个事情上，他也要有一些经验，是，所以他先选择在自己的部门，因为我们现在想起来好像挺简单哦，不就是发放吗？那你也想想看，你要发放的话，他一定有一些方式，要用什么东西来装，对吧？然后怎么样克服那个潮湿的问题？讲克服那种所谓的就是补给啊，各方面就是很多良善的一些政策，当它要落实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坑坑巴巴的，它也是有一些细节的。那我觉得既然卫生部有这样的一个利益，我觉得利益良好，对吧？那第一步在卫生部这里呢，先做一个试验看看怎么样摆上那个卫生棉条或者是卫生棉哦。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下一步一定会在周边的社区做这样的一个试点。是，当然也就是因为疫情啊，导致很多人的这生活上呢受到了影响，那这些基本的必需品呢就必须要被照顾到了。那中国报的侧标题呢写着疫情爆发至今3年元首不受禄，到底是讲什么呢？第15届全国大选之前呢，德叔安诺曾经承诺哈，如果自己担任首相就不领薪水，后来呢他也如愿担任了首相了。那他也宣布呢，内阁部长呢同意每个月减薪20%。那么后来昨天呢，他就在揭露了，他说由于国家疫情的这个导致经济紧张啊，国家元首奥苏丹阿布拉早在官兵疫情的初期就拒绝领取政府发放的皇家俸禄。据说呢，其实政府是有发放一个俸禄给这个元首的，那现在呢这个元首是没有领这个钱啊。他觉得他有必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因为呢这是国家元首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国家的经济情况紧张，人民深受其害，那这是元首表现与民同在的一个做法，所以他认为他有必要让人民知道。那其实这不是新鲜事哈，早在2020年3月30号，也就是国家落实行动管制令的那个月，国家元首奥苏丹阿布拉和元首后敦多阿吉萨阿米娜为了和政府共赴时间，决定不领取皇家俸禄长达6个月，直到2020年8月。那直到安诺昨天说明才了解到元首抗命，至今都还没有回复领取皇家俸禄的。是，所以你看与民同在这个表现啊，似乎是一种现在这个高官或者是说领导人，甚至是皇室也想要展现的一个态度。对，共度时间啊，主要是一种政治人物的一种表态哈。你觉得他可以振奋人心吗？或者是怎么样影响民心？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部级干部也好，部级领导这种国家元首，他的俸禄当然是不少的。对吧？法定上他们的俸禄也是公开的。那他选择不领薪，那当然选择的一种就是与民众共同体恤他们的这种痛苦了。当然，他的实际生活上可能受的干扰不大，对吧？因为这种部长也好，或者是国家元首都好，他的基本的照顾，比如说房屋啊、汽车啊、保镖啊、女佣啊等等啊，这些东西都还是存在的。是，只是说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有这样的一种觉醒，去和民众，就是共度时间呐。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种道德上的一种呼吁哦。那当然，接下来就形成我们讲的道德绑架了。
对吧？哈，就是所谓的情绪绑架。比如说首相说他是不领薪了，对吧？那其他部长，你敢领吗？对，后来他们部长是减薪28%嘛？是，所以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也是有提到的哈，有一些行为呢，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会担心呢、他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会影响一些身边的人呐、或者是可能不太同意用这个方法来就与民共度时间的，因为毕竟你说减薪水多少，那对国家整体经济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吗？未必有，而且更关键的是呢，最关键是还是你要能够执行，或者你要能够就是做你该做的工作，你减不减薪，然后这个有点更像是一种形式，对，像形式啦。那国民关注的是，接下来你不领薪的情况之下，你能不能够好好的去工作？是，但我们说它是形式，就代表它真的是完全没有作用吗？其实我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形式某程度上还是要做的，就是一种公关也好，或者这种形象也好。对了，但是公关可以赢取多长的好感呢？对吧？可能今天报一下，明白了，他不领薪，但是他的不领薪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不领薪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对不对？我们不领薪，那水电费就不能缴嘞。对，当然也可能就是说，人民会希望说你有了这个意愿之后，不需要一直专注在这个部分。对，好了，讲一次就够了，讲一次就够了，对，不要讲那么多。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就算我给你领薪好不好，你就好好做你的工作，你该领你的薪水没有问题，是，对，去工作吧。哎呀，冰来了。哎呀，叫他不要放，我要进。想那张